前三名的，给一个不一样的那个颜色的颜色，并且加第几名的话，就大概是这样的。设定格式化条件哦，等一下也这个有个图了哈、哦。然后最后怎么样，制定一下第几名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最后就会出现呢、哦、第几名的这个结果出现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、哦，这个地方该怎么做？示范一次给各位看。当然，刚刚如果说你做到这个地方，哦、你要把前三名、哦、抓出来格式化，但你也可以手动啊。不过这个方法比较笨一些些，我觉得比较快一点的方法就是第一个，把这个范围选取。那选取的话，从头到尾选哦，选第一个，按 Shift 键选最后一个，这个范围先把它选起来。第二个的话呢，找到那个上方有个常用的设定格式化条件。哦，在这个地方啊、哦，那什么叫设定格式化条件呢？就是当什么条件、什么样的条件发生的时候，才会去做什么样的格式。如果那个条件不发生的话，那就不给那个格式。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新增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择一个叫设定格式化里面的新增规则。那这个规则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由什么呢？由那个公式来决定，好、哦。或者是说呢，这个子格式化条件，如果说它这个地方，如果你用这个应该也可以，子格式化包含下面的储存格，比如说这个储存格里面呢，它的值哈，用这个也可以了，用公式也可以，比如说它里面的储存格里面的值怎么样呢？如果是什么状况？ 1,2,3 那是怎么样？应该是怎么样？小于。等于多少？如果它当这个值一定是小于等于多少？小于等于3嘛，对不对？3也会等于嘛，哦、小于那就是123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当这个条件发生的时候，那就给底下的格式。所以如果不发生的话，就不给底下的格式哦。这个应该可以理解那个哈、哦、逻辑，按格式一下。那格式之后的话呢，接下来哈、哦、我要做什么事呢？就是给那个。它的颜色不一样，那颜色不一样的话，你可以给什么颜色？比如说我今天给一个蓝色好了，比如说我这边的话呢，把它改成一个蓝色的字，然后加一个粗体好了，比如说这边有个粗体，好，蓝色粗体，按一个确定，再按一个确定，看一下前三名有没有换颜色了，有没有？1,2,1,2,3有没有？可是好像已经接近了，但是还差一点点。什么呢？最好是除了换颜色之外，再加上第几名，第几名，那怎么做？一样哦，刚刚不是设定格式化条件吗？刚刚是新增的、如果你要再回到刚刚那个，你可以用管理规则里面、再编辑一下。其实刚刚可以一次做完、不过我是刚刚跳出了、格式一样哦，就是储存格里面的值、小于等于3，格式。这个地方是设定颜色跟粗体，前面有个数值，数值里面呢，请你按制定，制定之后啊，特别注意哦，我前面讲过有没有第几名，这个地方啊，你可以用什么方法？你可以这边打一个第几名有没有第，所以这边的话，我可以打一个什么？打一个第，第，然后呢，这边打一个名，记得哦，这个因为一个字哈。前后一定要加那个双引号，中间这个不用。其实你中间这个怎么样？你可以补一个零。有没有发现？刚刚好像有用过类似的做法，就是那个什么呢？年龄的地方有没有补一个零？或者是说，好像我印象中给他一个问号，各位好像也可以。问号是如果里面反正不管是放什么，你帮我把原来里面的值放进来。好，所以这边的话，你可以用一个问号，或者用一个零都可以。我们先用问号好了 ，OK 哈，按确定。再按一个确定，好，试一下。这个时候的话，跳出来之后，各位有没有发现第几名就完成了 ？OK， 就这样了。所以以后的话，如果你有大量的数据，不过这个前提是你可能需要一个大数据啦，因为现在流行讲那个大数据时代啊，所以你可以在很多坊间啊、电视广告啦，现在连政府每天都在讲大数据，但是问题是，那个是理论部分。可是呢，要怎么样去统计那个大数据，或者是处理那个大数据，最好的工具
其实还是这个东西啦。因为目前哦，所有电脑都 Excel， 用的最频繁的这个，所以你会这个东西，一下就把东西做出来了。啊，如果你不会的话，光这个哦，你可能要弄很久。OK， 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。我把重点提示一下哦，第一个先把范围选起来，对不对？设定格式化条件，记得用新增规则。啊，如果你要回到刚刚的画面的话，就用管理规则。里面我是格式化第三名格式，这个跟这个 ，OK，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那最后做完之后的话，你就把它另存新档，啊，档名就是106。那这一题就结束了，哈。那下一个礼拜的话，就是108跟110，哦，哎，这样的话我们进度大概就是以此往前推进，一直到期中考试，哈。OK， 然后呢，基本上哈。上课大概如果你有来，你就签线上签个到，好啊。如果你没来，你就不要签到，好。那我会统计你们的出缺勤，但不是每一次都点名啊，也不是每一次都不点名啊。也许哪一天突然会抽点一下。啊，第二个就是说哈，云端白板上面的资料，请各位就先预先下载，比如说上课用的那些档案嘛，哈，总共15道题，还有题目档，哈，你可以预先下载。那下一次上课来的话，就把题目稍微看过。然后呢，稍微先练习过，啊，如果不会的话，哦，其实我会把影片放上去，还有云端白板画面也会提供给各位参考。反正你就常做练习，我想将来，哦，你在工作上面应该会更得心应手的，哦，啊，这些东西的话都是实际上实务经验的东西，当然不只是工作了，哦，也许你将来做研究，哦，比如说你要，去处理那个大数据像文献资料的也都是一体适用的，啊，比如说你要处理大量的像诗词曲啊，你可以把所有东西放进来，也可以做一些处理动作，都不会有问题的。你不可能说你用人工来处理啦，因为现在人工很贵嘛，哦，但是电脑它如果你会的话，它会自动帮你处理完毕，哦，OK， 好，如果做完的话，哦，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。